哟，欢迎回到来我的 channel。 今天要挑战什么呢？就是抽到什么就煮什么。大家你们看到眼前这五个轴吗？哦，没有看到 ，sorry。噔噔 ，OK， 这五个里面哦，其实是食谱来的啦，分别有辣子鸡、麻婆豆腐、鱼圈、咖喱鱼片饭，还有脆皮豆腐。今天的挑战呢，就是我要在这五个里面食谱里面抽到哪一个，我就必须要在两个小时里面，包括去买食材，把它这道菜做出来。当然，当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芋圆了啦，因为芋圆又要去蒸，就要去捏形状，然后又要去冷藏这些，所以我最怕的就是抽到芋圈啦。最容易的我觉得应该是辣子鸡吧，不知道，所以让我们看下去吧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话，欢迎订阅我哦。OK， 让我们开始吧。OK， 所以我闭着眼睛抽啊，闭着眼睛抽，那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。OK。抽到这个啦 ，OK， 就这个，其他的我们，啊，看一下啊，我其实有点紧张啊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西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咖喱鱼片饭，还好不是一圈。哦，哎，我的电话拿一下，就是现在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，其实啊。对啊，要现在计时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计时啊，要现在计时啊，不用紧张哦。现在是1:55啊，所以我看如果2点开始算会比较容易。当我看完食谱，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准备出门去买食材的时候，那一刻我就开始计时啊。OK， 大概是它的鱼肉，然后有鸡蛋、海盐、现磨的黑胡椒，腌制30分钟。哇，哎，很难嘞。等下鱼肉要去哪里买哦？你有没有卖这种鱼肉没？有吧？等一下要怎样买到这样子的鱼肉？没有那种鱼骨了，多利鱼哦，要去找鱼肉哎，等一下怎样办 ？OK， 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我把这些食材 list 在这边。现在我们开始去买吧，计时开始。诶，抱歉点错了 ，OK， 刚刚弄了2小时1分钟，计时开始。洋葱，洋葱油，胡萝卜，紧张吗？好，我不懂鱼肉哪里买现在？哎 ，Freshco 哦 ，Freshco 可以去买啊。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口罩，所以我现在要往回去拿口罩了。鱼丸等几道？鱼丸等几道？第一波。想多买一点吧。好危险！哎，好了。剩下1:02，刚才处理鱼肉，我是第一次处理鱼肉啊！我跟你讲，它这个是姜哦。笑什么？应该是鱼肉，对，我想说好了。是的。是的，看那鱼肉有切到这样子。哇，你看这样子可切出一片肉来。哦哟，剩49分钟 ，OK， 现在鱼肉处理好了，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腌鱼肉啦。呀，我知道啦，鱼肉用
蛋清腌制，还是有点技术的 ，OK。你做的时候在左右边吗？啊，所以我应该中间啊，好像没有在中间啊，我应该中间啊。放盐，腌制，加上一点橄榄油。30分钟，我觉得我不腌制30分钟不够时间。OK， 这样接下来这个房间，我们就先 out， 炸到这里。炒锅加热。你的语气都不紧张了，都不想挑战了。慢慢来。胡萝卜块，先去冲这些先。辣。啊。不可以，我要洗手，很辣。剩40分钟哎，剩40分钟，哇，很辣。有虫啊，有虫。希望不要拉开哦，那个电饭炉哦，整个跳电这里，应该不会啦哦，我只用个插件，应该不会，因为电量够大。38分钟，我先热锅先来。萝卜，炒那个锅再放。抱歉，我不是顶级厨师，所以没有唯美的画面。我只可以让你们尽量保持干净，至少看了不会好吃，但是也不会反胃口哦。这就是萝卜块，热锅。可以吗？锅加热了之后，下油啦。你配讲多油了。Sorry， 你朋友讲鱼和鱼肉很多油，叫我不要下讲多油。不是鱼肉很多油，是你加了多油。对，下葱下蒜，萝卜最后下。个人是吃葱比较多，感觉。葱的分量都比萝卜多。话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做的出的主菜。胡萝卜。加点水。31分钟。为什么我记得餐馆吃的时候，它的汤是有点水水的，我们汤一样干。OK， 这时候主角就可以下去了。还有半个小时。饭来了。差点忘记放一个东西，油哥要下去。油哥要下去的。OK， 我们起锅啦。完成了，所以我总共花的时间是还剩下16分钟，卖相是还可以啦，鱼肉已经被我弄碎了。Okay， 所以现在来试吃一口看一下，也有一番风味。同样美式的咖喱便饭应该没有加油格，这个加了油格，它带一点酸味酱哦，整体上还可以，不过我还是比较想念餐馆的，所以建议你们。你要吃咖喱便饭，不要自己做。所以这次的挑战算大成功，还有剩的时间。如果还想看这样子挑战的话，请帮我在下面点个赞。这个视频破5000个，天啊，看起来有点多。这个视频破1000个 like 的话，我就再挑战多一次，抽到什么煮什么。喜欢我频道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。如果你还想看我拍什么样的视频呢，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。我会选最多 like 的那个，拜拜。Peace， 试试看。吃了，认定。